Hey, you said the meat is sweet, right? Oh, that's for you. So nice. Thank you. Hey. Yay. 这个相当积极的去抢球，把球给抄回来。其实太阳也利用刚刚杜兰特不在场上那段时间，慢慢找到比赛的感觉。陈靖环三分球出手。上个赛季阿环的三分球命中率。持球攻击的机会，来一下，单吃了手，对不对？哇！是。如果你是老球迷，是 Green， 再给到郑伟，再给到 Howard， 终于跳投出手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出手就命中。哇！其实他在中距离的状况，上一场球赛就直接往前传，但是被 Howard 有机会给抄走，抄到了。终结成功。积极的跑动换本土球员的发挥，有时候我们看传球，他的那个出球其实很快，很快他的出球。Not in my house, not in my house。今天这个不好意思，今天在这个客主场输了，哦，输了这个第一场球。那当然，我今天这个球队在这个攻防上，其实我是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，只是可能连续两场球这个。当中哦，我们体能上稍微有点这个落差哦，那对方确实今天打得非常不错哦，尤其在四中几个外线，他们几个发挥得还不错。我想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会面对他，我们要把这个今天输的这场球，我们要全力的争取回来。我想我们球员都已经非常准备好了，我想我教练这边本身就应该好好去。应该去调整调整他们的体力。我觉得在节奏上是最大的改变啊，这也让德文哈维有更多持球攻击的机会。来一下，单吃了送。这一个球，霍华德 like， 一个往右边的动作，倒插步的一个旋转，选择第二拍的一个进球。霍华德 like， 后脚后脚。是，这个动作在力道上面来讲，在脚步上面。回给郑伟，在塞拉里下回给 Howard， repost 进去。好，中距离跳投这个球，哇！这观察到四东有点沉退力气的，主要好在打球的欲望啊。禁区转身，左手放置。哇！这第一节跟昨天的第一节就不一样了。给到 Stone， 但是没进。往前传 ，Harold 这边预留下，再来一个大扣篮。重新观察一下，跟篮筐。太阳现在已经追上来的，只落后五分。还是要硬塞给他。Double King 是提早过来。这个球给到篮底下。哦，有了。罗振峰出手得分。哇，球重新回到德文浩在禁区里面了。6663，终于跳投出手命中。真的是卯足全力啊！这球再给到 Howard， 终于跳投出手得分。